又到了观众朋友喜爱的艺人交流时刻，今天特别请到性感歌姬李艾绮，还有我们的百万关主丁佩君，共同合唱经典名曲《爱唔丢人》，到底来听众。情下了相当，注定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走会完？爱若是不真不宽，难免有分开的一天。愿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三冬五冬。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欣赏李艾绮老师和百万王子许富凯带来了台语经典合唱歌曲《英雄的牡丹》。我在梦中有看见白色牡丹含淡。
哦，但是明日之星呢是日益茁壮。哇，这个艾希有没有感受到那种震撼力？真的，对呀、啊，跟他们唱歌很过瘾。是，对呀、啊。老师本身也是每天在练歌啊，真的日益精进、啊。两位跟艾希老师合唱，歌声真的是蛮动人。哇，尤其是 YouTube 的牡丹，哎呦，真棒，感觉好像红龙红在唱。讲真的话，先不敢当啊。他们两位这首歌有什么缺点优点没有？其实今天我们唱的这两首歌呢，一首是 slow rock 曲风，然后一首是那个 slow soul 的曲风。那其实这两种这个歌曲的曲路呢，曲风呢，其实应该要请现场的老师，比较专业的老师来说明这两首歌有什么不同。哎呀，这么多专业老师要挑谁呢？哎，要挑谁？点一点点点点啊，罗文聪老师，好了，好，来，请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slow rock 跟 slow soul 的差别哈，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节奏性。就是 slow rock 因为它的比例里面会太多的三连音，所以三连音它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颗粒，那颗粒的唱法要多过于线条。但在 slow soul 里面呢，就线条的比例会大过于颗粒唱法。我觉得不管是 slow rock 或 slow soul 的话哈，当然清唱是清唱，但是如果要跟乐队配合的话，你就要去特别去注意打节奏的部分。那节奏就是鼓手的部分了。那我们看一下 slow rock， 你看它那个三连音的鼓点，它会是强强强，它会打了三颗的鼓点，对不对？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只要唱在鼓点上，然后跟它做个最完美的结合的时候，那个力量的拍子力量才会出来。所以这里首歌里面，感动你心内已经有别人，将阮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讲三两句话，有啊，三两句也是强强强。所以在这个颗粒的地方，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那个跟乐队合在一起，那个力量才会出来。那另外刚刚那 YouTube 波丹，它就是属于比较线条，你看每个字都拉得很满，跟字之间连得很密，那就属于标准的线条唱法。而且这个歌不得了 ，YouTube 波丹啊，民国84年推出啊，是红若红将会这个登峰造极之作啊，堪称是男女对唱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瓜哥的最爱这首歌曲。不不不，因为以前将会还没红，一直拜托我跟他合唱。真的。所以瓜哥很会唱这首歌吗？哎呦，你们是歌，真的吗？以前副歌部分来一下，来来来，来一下，来来外形，外形，而且兄弟，外形共解艺术之光。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时候，你看看很多艺人，我从出道时那些艺人还是从小孩开始上节目都会拜托主持人跟他合唱。等他真的红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唱，他不要了。比较忙了啊。对，哎，瓜哥，对副歌部分他抓得到抓不到 key 啊？哎，不是，应该没问题。姜惠因为红不是因为跟红龙红唱红的，是因为跟瓜哥吗？对对对，真的，我今天才知道。对对对，很多故事我都不太愿意讲。真的，真的，这首歌是因为瓜哥长期在秀场唱才红起来的。是是，以前我们做钻石舞台，有多少艺人上歌都拜托主持人唱，对对，我们是挑人唱的。以后我的新歌要瓜哥拜托。啊，对对对，我们会好好学一下。歌唱是日新月异，要求进步，嗯，对不对？说到这个求进步，我很想再邀请这个在明日之星里面有两位，也是进步很多。你是说充满杀气的蔡佳玲吗？充满杀气，不是的，是那个文琪跟庭宇。哎呦，两位，那我们两位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们的傅凯，我们的佩君，谢谢谢谢两位两位点名的这个艾希老师啊，就是这样，每天呢就这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啊求新求变。对，他有时候看新人表演的，有时候自己也努力要研发自己这个新的专辑。你怎么大家都不太会点张文琪，你为什么特别想点张文琪？其实文琪我每一次来的时候都会跟他合作。那对，我觉得他很可爱哦。可是呢，伯伯有时候过了头，就是
就是像小男生一样。老师该讲都要讲，那他渐渐要长大了嘛，所以要有女人味一点。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就是注意他有没有比较女人味一点啊。我每次看到他都很像看到彩花姐。我练舞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跟彩花姐在跳。对啊，其实他其实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我觉得头发留下次留长一点，看看有没有女人味。有有有，我现在有慢慢的进步。而且比较瘦了，对不对？对对对，我感觉那个脸小一号了，有差很多。因为之前吃太好，之前有一阵子吃素，比较可能比较油一点，然后我就可能发福了。你也长期吃素吗？我也是长期吃太好。OK， 那刚刚讲到你要有女人味，那郭婷筠呢？要考验。婷筠的话，也是因为我觉得她歌唱实力非常好，对，所以就是也是要常常尝试一些不同的曲风嘛。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我来跟婷筠唱一首，就是我自己的成名曲好了，《龙喜韦德利》了。但是我请老师帮我改编，这样改什么样的？就是比较摇滚风的。哎，那您跟李艾琪，李艾琪跟张文琪、李艾琪双琪啊，要唱。是是，我们今天也是带来一首比较。性感火辣的那种感觉，对，性感火辣的歌曲，火啊，国语歌曲，对，可以吗？可以，瓜哥，我希望我可以双声带。你不要唱的让大家发火，是不是？好好唱。不会，我会尽力的。是是是是。那就先第一首摇滚版的《龙喜韦德利》啦，好来。心上悲，对你的心总嘛是永远无变化，对你的情永远是放在心肝。虽然大怕，我嘛是甘愿受拖磨。很有 feel 哦。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因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罪，每句都让心跳跃。我们一起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 feeling good，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浇熄。呜呼呼 ，baby， 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你的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
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传奇，我就是我，不能被谁珍惜。我今天呢，终于发现了文琪啊，为什么这次越来越有女人味？你这样跳就对了。对，你过去动作太大了，今天收敛很多，再收敛一点，再妩媚一点。是，他今天已经很厉害了。不错。对呀，我就是每次就是会利用就是跟老师一起交流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学习看他的动作，一举一动。对，因为今天他的动作本来以前是大到哇，张牙舞爪，以前像男生，对呀，摇。而且他会有表情，你知道吗？大就跟男生一样，如果动对柔一点，对这个感觉就很像女生的，多 Q 啊！你看看，是是是，缩小一点就 OK 了。今天很棒，今天很棒。是是是，哎，那这个庭筠呢？这个摇滚是啊，其实我也很惊讶，唱这个歌很好听。就很有感觉。其实我之前比赛也有比过这首歌哦，对，可是那时候但是是原本原来的版本，所以第一次尝试这首歌改变成摇滚版，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不错不错，都表现了。我们请薛仲明老师稍微做个讲评。好，两位今天都是表现了摇滚的精神哈。其实摇滚版情况都是要表现他的态度，所以说态度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庭筠跟艾琪这首歌呢，其实因为曲风已经改变了，所以在唱腔的上面跟唱法也要有所改变。像尾音的部分，像心肝这个，其实你们可以再把那心肝再唱的稍微放开，有点撕裂感。不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旋律，因为像摇滚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都要变了，因为乐队都已经改变了，所以在唱歌的那个旋律上面也可以做一些修正，有些转音啊，或是小小的那种直接大跳音啊，我觉得会比较干脆一点。可是你们今天两个像庭筠，我觉得就做得不错，到后面他就直接有个爆发力出来，这样子感觉是蛮好听的。那艾琪跟那个文琪跟李艾琪唱的这个火呢，那个其实文琪其实肢体语言我觉得是做了有够性感面，我觉得是十足了，百分百。但是唱歌的部分有点稍微要再收敛一点点。其实我最喜欢你最后唱那个交席这个地方，这个半音我觉得唱的是很好听的。只是你前面唱的有点那个火的，听起来有点不是那么火，让他听起来很想发火的感觉。像你的像爱情就是火，像你会讲爱情就是火，听起来就想要打人。这个爱情你也不爱情啊，你看爱情就是火，火应该在后面啊。我讲应该是拍子的逻辑哈，你那个拍子唱的没有那么在那个拍子上面，所以听起来就有点怪，有点生硬。好，其实你应该加强一下，其实你的律动感是跳得不错，可是你唱歌好像没有跟得到你的律动坐在一起。对对对，好，就像这样刚才讲，你其实有动作太大，有点太夸张。好，你应该稍微收敛一下，轻轻摇摆就会很好听了，这样子。是是是，是男人，男人跳舞是伸展到极限，女人跳舞是妩媚到极限。对，所以是不一样，要柔一点，柔一点。除了这个，除了动作上，你歌声也要符合你的动作。不能动作很软，声音很硬，这样也不行。这老师所强调的啊，就两位再次谢谢艾琪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也谢谢我们辛苦的金牌评审团，也谢谢辛苦伴奏的空腔大乐队。欢迎电视节目观众朋友呢到现场来听歌啊，对，现场的震撼力更强啊。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8768-3355，转分机283。是，欢迎大家踊跃到现场来听歌，谢谢您对明日之星的支持，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收看明视的明日之星 Superstar。 谢谢。